好嘞，慢走啊。师傅，师傅，手机落你车了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那个。谢谢师傅。没事没事，你慢走啊。师傅，我包落你车了。包？那个。哦。谢谢师傅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么大哈。手机、包包，都不落了，好开心呀、啊，可以去看医生了、啊。师傅。Hello。It's me。师傅，咱们还是再等一会儿吧，这万一那个傻货一会儿突然想起我来了呢。是啊，师傅，那就再等会儿吧。你说他这老公子说忘就忘，那我这亲爹他总不能说忘就忘吧。对呀，我想他一会儿肯定能想起来，毕竟是带我来看病啊。再等会儿吧。是啊师傅，那就再等一会儿吧。视频请关注懂车帝 APP。